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中国男篮打排位赛，将与国足住同一酒店。就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男篮世界杯赛中，中国男篮不敌委内瑞拉男篮，遗憾小组无缘出线。虽然小组赛出局，但是还需要参加本届世界杯的排位赛，而且是将会前往广州比赛。巧就巧在男篮入住的酒店与国足是同一家。说到这里，很多球迷就纷纷讨论起来了，国足还真的没有资格嘲笑中国男篮，好歹他们打的还是世界杯比赛，国足还是想着怎么样先冲出亚洲为好。李可的入选也大大增加了国足的中场硬度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缓解了吴曦的压力，也可以给蒿俊闵更多有效的支持。更多的中国球迷则是希望中国男篮与国足住在同一屋檐下，可以相互勉励，共同进步。